我就是不知道啊，我刚才就是看到弗拉塔又在后面。有比较快了啦，有差了齁。拍的人是你这样子，蛮特别的。不错哦，不错哦。你的时速，然后他跟你的平均速度来比，看你现在是下降还是上升，应该是下降吧。好像是也记他就记下来了。哎，对，他会记下来。
山吧？哎，我没去过呢。这要钱吗？看看嘞。所以旁边那边有一个按钮，你按一下前菜就不会做动。蓝色那一个在你的右边，右手那边。蓝色按钮怎样？往下压，它那个前菜就不会做动，就比较哦，你要不要走？它就是前菜就不会有做动，会比较好骑。哇！这个无骑啊，巧克力胎。真的。只要你觉得没有差，你就把它释放掉。等一下去干嘛？你在那边讲，它是氮气吗？感觉氮气，那会往上冲没有？对啊，会脚按下去来一下。哇，上了！哇！哦！我不要信啊，那骑啊！我前面都骑啊！哦！这天没，喂，这个其实可以冲啊，交换过来就可以冲啊。好子，上周烟囱，我是人一号被烟囱，二号被烟囱，三号被烟囱。他这原本在干嘛？他是要把十三层引爆，又要燃烧那个，现在炼铜，要把那个毒气往上跑。在哪边啊？哦，那边呢、啊？哦，因为他那排会在怎么样，会影响那边的居民啊，知道吗？那山顶在排。啊，他这边是加工什么东西？以前在那边炼金啊。我炼金会有毒素，所以要用这个做这个东西把它排到上面。炼铜啊，对啊，啊，他要把这个毒素往山上排，就排到人家，就全世界，在全世界的那个好几公里外沿的废烟管。反正是说建造这个的人也很屌啊。对啊。快点建造。对啊。是啊。然后他这个山上废烟管是可以走的，对啊。嗯。我之前有这样走过，真的，可以走在上面啊，啊 还是走在里面，走在上面啊，敢我会走里面，里面有那个毒素这样，最上面可以看到有一个里面茶壶，这个山，嗯，茶壶山，哪一个？这个，不是，
还要再过去。高的，等下被挡住了。最高的人要查你，那如果他不在，那这些都在我那个什么红军十大传奇的活动里面有啊。好、哦，我来交换好了。啊，交换不用了。那你先帮我把相机关掉吧。现在不能进去了，以前我们是可以下去的。哦，那现在被围起来了。好、哦，以前这个没有围起来。对啊。有人在那边跳啊。来下。你要看。基隆啊，没有，因为他后来他已经很久没用，然后他都已经破损了。他那个也是一个排烟管啊，可是他应该都破损了、啊。因为荒废已久。